接下来方正老师要介绍零阶层应该有多少。好，当你的 N 个人选 N 个人出来排列， N 个人选 N 个人出来排列，这个答案我们说可以有两种算法。第一种答案是多少？ N 乘以 N 减1，一直能乘到多少？乘到一，对吧？好，那第二个解法，应该它也可以写成什么？依照上面这一个，它可以写成 n 阶再除以 n 减 n，n 减 n 阶非常好 ，n 减 n， 这么多的阶层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n 阶层除以这个以下就是多少？零阶层。可是上面这个是多少？上面这个也是 n 阶层啊，一乘到 n 不是 n 阶层吗？那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应该一样啊，因为这两个本来就相同的东西啊，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应该等于 n 阶层。那如果这两个要相等，请问零阶层应该要等多少？要等一哦，不是等于零哦，零阶层等于一哦，所以特别要注意，看看有没有。